这个商户之女能给我们老太君重谢，是你的福气。这将军府的好男人已经昏迷半个月，苏小娘有福之名传遍青州，这才有了这桩喜事。喜事，冲得了企鹅那才叫喜事。若要是老太君一时醒不过来呢？你们将军府行事这么霸道，他要王法吗？王法？在整个青州，毕竟我们将军就是王法。 给我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雨降，爹娘，我终于可以入将军府，给你们，给桃花村136条冤魂索命了。 苏家雪姬礼开始。伤在心里结成霜，忘不得。苏老哥，您不愧是秀才宫啊，这场姬礼太有排场了。哈哈哈哈。那从前向往的瞬间，抓不住伸出的指尖。 女儿不嫁，我要和爹娘圆圆在一起。胡说，爹娘岂能陪你一辈子？雪丫头额头生的饱满，日后定是有福之人。听说啊，为了雪丫头的机灵，秀才公花了10两银子买了只雨簪。今日我与你母亲为你簪发，阿雪叩谢爹娘，养育之恩。宁可这样，老爷。 快快去，快快去！爹，爹，走！娘，不许出来，否则娘立刻死在你面前！娘。 进去，进去！检查清楚呗，不许留下一个活口。是。你们是谁？桃花村跟你们有什么冤仇？为什么要屠杀我们全村？还有漏网之鱼，三妹妹，你的武艺生疏了，没用的东西。老太君难得看上庄子，想在这里见庄子，可别让他老人家久等。 为了一个庄子就屠杀我们全村，他有没有王法了？王法？我们将军府就是王法。一群贱女。 能为将军府而死，是你的福气。三年，我整整筹划了3年，向军府苏家阿雪来了。 道长，今日冲喜，是否真的能去病消灾，让老太君醒过来？修行之人，不敢有半句虚言。老太君此番遭难，该因府上杀戮过重所致。
大长甚言，我们将军征战沙场，乃是为了江山社稷，何来杀戮过重一说？是是是，府上这么快就找到一位福运深厚的女子，这便是将军积下的福泽。 若他真的福运深厚，能给老太君冲喜，本将军也不吝给他一生荣华富贵。但如果不行，那他就去陪葬吧。将军，四姨娘的花轿到大门外了。这三姨娘是怎么办事的？先前不能从正门进，只能从侧门入。夫君，老太君最重规矩。 若是老太君醒了过来，知道因他坏了规矩，恐怕……照规矩办。告诉三姨娘，好好给新人立规矩。主母有令，新妾进门跨火盆，邪祟晦气，不上门。 新妾钻裤裆，婆家幸福又安康。这是要给心腹一个下马威啊！你不要命啊？这就是你们将军府的规矩吗？你以为将军府的门是那么好进的吗？来人啊，给四姨娘上规矩！贱人！ 放肆！你一个区区商户之女，你竟敢这么对我！放肆的是姐姐，你明知道我今天是来给老太君冲喜，却百家阻拦。我倒是想问问，你是想让老太君早点醒，还是希望她早点驾鹤西去呢？他还说什么了？四姨娘。 质问三姨娘，是不是盼着老太君归西？将军恕罪，他敢诅咒老太君，这种贱人绝对不能引进将军府。够了，母亲现在生命垂危，你身为主母，居然还在争风吃醋，简直是不孝。好吗？我夫君，我这就迎进来。 我来给老太君冲喜，妾与主母一同去。哼！你知道什么？这是主母让我。主母出身名门，又知书达理，岂会不顾老太君的安危？就算姐姐不想受罚，也不该污蔑主母不仁不孝啊！你知道什么呀？这是主母让我这么做，敢以下犯上，自作主张，还敢动用我的名义！ 作死！三妹妹，吟个亲都需要这么长时间，夫君可是大为不满呢。姐姐，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你们是谁？桃花村跟你们有什么冤仇？为什么要屠杀我们全村？还有漏网之鱼，三妹妹，你的武艺生疏了，没用的东西，一点小事都办不好。老太君难得看上这里，想在这里见个庄子，可别让他老人家久。 妹妹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上来拜堂呀！
姐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一个冲喜的贱妾，还不配跟将军行拜堂之礼。心机报晓，破碎安康。你若真能唤醒老太君，这将军府自然有你的一处位置。这若冲喜不成，这人和鸡都得给老太君陪葬。老太君重病，给新人换上白服。得嘞。 我自己来。你看花落满地，窗染红了一地的雪霜。乱想路回了过往，却到不了你的身上。听远方钟鼓回响，看着楼灯火通亮，人知过往谁在躲藏。 只剩那一袭白衣，梦里花落红似海。秀，抓紧最后的时间，秀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 夫妻对拜，爹娘没有拜堂，不入族谱，女儿永远是苏家阿雪。李成，给老太君敬茶。什么冲喜？我看就是夫君想纳妾了。场合倒是有几分姿色。 贱人，把害我出丑，等死吧你！母亲，母亲，我就说这珊瑚之女，上不得台面，毛手毛脚的，成何体统？苏氏，就算你刚才有所不满，也不应该将茶水泼在老太君的脸上，拿老太君泄愤啊！我没有，是三姨娘办了我。贱人，你敢陷害我？夫君啊，是这个贱人，她心中不忿，想要破坏这次冲喜，是她。 他不想让老太君醒来。没错，自从苏氏进门以来，不情不愿的，在我这将军府中还没有一个如此不懂事的妾室。事一事小，破坏了冲喜事大，他这么一弄，老太君恐怕凶多吉少了。来人，把这贱婢拖下去，降生。终于上钩。且慢。 你还想干什么？夫君，这个贱人想要为自己狡辩，将军要妾死，妾不敢狡辩。但是妾身今日是来给老太君冲喜的，一事还没有完成，妾不敢死。你泼了老太君一脸的茶水，你还敢说冲喜？不寿绵长者。 其实一杯茶水能破的。酉时三刻为大吉，宜婚嫁祝祷。 今日苏氏阿雪，在此敬告天地。爹，娘，请保佑女儿为桃花村136条人命，沉冤得雪。故弄玄虚。 垂死挣扎，
拖延时间吧，只能怪他自己命贱，一个烧过女，没有办法。来人，把苏氏给我拖下去。我快觉醒了，母亲。 怎么了？这是？没事，没事，你醒来就好。居然真的让他冲城了！四房冲喜有功，赏白银百两。哼！替老太君冲喜是妾身分内之事，不敢领赏。 只想请将军还我一个公道。公道？将军可识得此物？方才三姨娘刻意绊我，情急之下，我在她身上取下这个，还请将军明鉴。此物，乃是你进府时我母亲所赠。 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夫君，夫君，我是冤枉的，是他陷害我，夫君。来人，把三姨娘拖下去，杖责持杖。夫君，夫君，我是冤枉的，夫君，我真的是冤枉的，夫君，夫君，我是冤枉的，夫君，夫君。这只是第一份见面。 这该死的小贱人，竟然敢陷害我！看我不扒了他的皮！光辉背后成群有什么用？有本事现在给我把人赶出去！我就不明白了，这江湖术士骗人的手段到他那儿，怎么就被冲城了呢？这事儿透着古怪，老太君明明眼瞅着快不行了。听管家说，这苏氏有福之名，传遍了青州，看来有几分运气。 完了，完了，姐姐，夫君最重视的就是老太君，这苏氏救了老太君，还长得一脸狐媚样子，我岂不是引狼入室了？都怪你，说不定就是那杯茶泼到老太君的脸上，把老太君泼醒的。<笑>我们的第一步终于成功了。 多亏李叔向老太君下了迷药，就将解药放在茶盏之中。我们的计划才能这么顺利的进行。阿雪，报仇的事，有我们长辈，你可是秀才宫最大的骄傲。看到你嫁为人妾，他得多心痛啊！李叔，虽然他已经看不见了，但我永远都不会停下。那今晚洞房你怎么办？今晚不会有洞房。 你说什么？将军今晚不去行窃府内，老太君做主替夫君翻了姐姐您的牌子，我是特意来向姐姐您道喜的。快快快，给我梳妆！苏氏救了老太君，老太君为何下这样的令？姐姐，难道您忘了？二十年前，老将军宠妾灭妻，爱上了一名商户女子。
若非那妾室突发病疾，老太君早就被休弃。她恨极了我这种商户之女，所以断不会让宋城纳我为妾。这么隐蔽的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开设茶馆三年，为的就是这些茶余饭后的高门秘辛。主母高氏，礼部侍郎嫡女，性格莽撞，喜形于色。将军啊，最喜欢我穿粉色的衣服了。今晚我若能一举得到嫡子。 便请老太君停了你的婢子汤。谢谢姐姐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嗯。二房林氏，知府庶女，外表温柔娴静，满腹心机。恭喜姨娘，马上就能有自己的孩子了。有什么可喜？受制于人，连怀孩子都不能自己做主。 老太君太偏心了，来日方长，他护得住高氏一时，护不住一世。夫君，夫君，你打算怎么对付三房？三房蒋氏，宋城下属胞妹。 长兄已死，父母双亡，他唯一能够仰仗的，就是夫君的宠爱。放手。从他失宠，便已踏入我的陷阱。三姨娘，将军有要事，不便见你。姨娘，你昨天已经惹得将军不高兴了。那是哪房的丫鬟？ 那是新晋四房的丫鬟，鬼鬼祟祟的，看起来肯定有问题。跟上去看看。怎么样？打听到将军在哪儿午休了吗？在书房。姨娘，你可想好怎么讨将军欢心了吗？我娘说了，抓住男人的胃，就是抓住男人的心。这商户之女果然懂得算计。 这是什么？你之前陷害我的账还没找你算呢，哼！这是四物大补汤。嗯，果然色香味俱全，这个汤就由我来盛给夫君，夫君肯定会诚心疼爱我的。三姐姐，将军从新婚冷落我至今。 我只能靠着些许厨艺，那是因为你自己命贱，你最好管住你的嘴巴，否则你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哼，这三姨娘也太霸道了吧！是啊，不然怎么让她上当呢？ 两位姐姐，请慢用。放着吧。听说四妹妹煲的一手好汤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二姐姐谬赞了，妾身一点微末之意，登不上大雅之堂。妾，那妾当晚夫君都懒得进你的房门，一个将军府买回来的冲洗丫头，也配称妾？ 姐姐，四妹妹长得花容月貌，又福泽深厚，冲醒了老太君，来日方长。福泽深厚，连将军一碗承宠都留不住的，连一个通房丫鬟都不如。三房那个贱人，连日霸占了夫君。 没有半点规矩，听说三妹妹重新获宠，是因为几碗补汤，这事儿莫不跟四妹妹这双巧手有关。好啊，我就说嘛，三房以前都不进厨房的，还学会煲补汤了，原来是你教她的。没有，三姐姐找我，只是为了冲洗当日的事情和好。四妹妹，你莫要替她遮掩，正所谓无利不起早。
我们家将军的手艺，等你这手艺被他学了去，日后更难见到夫君了。祖母，不好了，将军在书房晕倒了。什么？快走！ 终于要开始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大夫，情况到底如何？将军应该是中毒了。中毒？夫君身体一直很康健，这好端端的，怎么会中毒？二位莫慌，将军中的乃是蛇床子之毒，与性命无忧。蛇床子？那是何物？蛇床子常用于夫妻助兴之用，敢问将军？ 是否用过此物？本将军龙精虎猛，怎么会服用这种阿杂的东西？那就怪了。将军的脉象显示，可用量不小，此物用少量可助兴，大量则伤身，甚至伤及子嗣。伤子嗣？敢问将军最近可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？近几日，除了服用三房每日送来的四物汤之外，与往日无异。你的意思是？ 夫君中的毒是夫妻助兴所用。嗯，夫君，我没有，我每日给你送汤，我不可能给你下毒的。府医，检查仔细。嗯，此汤中掺杂着大量蛇床子之物，若长期服用，恐伤子嗣。贱人，你居然敢毒害夫君！ 夫君是他给你下了毒，自从我入府以来，从未见过将军要如何给将军下毒呢？这汤分明就是你做的。三姐姐为何处处针对我？这几日府里上下皆知三姐姐靠着一碗四物汤重获将军宠爱。四妹妹说的在理，方才我和姐姐亲耳所听，这补汤是三妹妹你亲手所包。贱人，你居然使出如此下作的手段，难怪夫君这几日都宿在你的房中。夫君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。 我真的不可能伤害你的，三姐姐为了争宠一时糊涂，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将军下毒啊！还好将军福泽深厚，若不是及早发现，将军府岂不是要断子绝孙？贱妇，从前看你只是骄纵善妒，为了得宠，居然使用这种手段。三姐姐，你实在糊涂，苏氏，你这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 将军，大子真大，一点小伤罢了。将军无事就好。你已过门，还叫我将军？以后就叫我夫君吧。夫君，来人，把这个仕途弑夫的贱妇拖下去，杖毙！我将军，我是阎王的。等等，三姐姐陪伴夫君已久，罪不至死。 可否从轻发落？好，你说，怎么处置？不如就废掉他一双手，叫他以后不再害人，逐出将军府。你给我使劲点！ 小欢，给他们些银子，下去吃酒。谢谢四姨娘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害我？无冤无仇。 你忘记桃花村136条人命了吗？桃花村。
这是我的鸡鸡，而你却用它活活将我母亲刺死。<笑>原来那些贱民里面还有一群漏网之鱼！<笑>我发过誓，一定要废了这双手。 当年的事，你会除了二姨娘、主母，还有老太君参与，一个人还想掀起将军府的后尘不成？谁和你说我们只剩一个人？这三年，你们要忘记自己是谁，只做一件事，进入将军府，做我的眼睛和耳朵，杀人。 求求你了！你自己打翻烛台，葬身火海，与我有何干系？妈，救命啊！阿雪，我想我娘了。放心，黄泉太冷，我会将他们一个一个送下去。 为我们的亲人陪葬。受了伤，为何还如此开心呢？只是一些轻伤罢了，能得将军亲自上药之荣，妾身十分欢喜。这嘴上倒像是抹了蜜啊。 将军要尝了才知道，是否抹了蜜。四房那个贱人，不知道用的什么手段，使得夫君一连七日都宿在他的房里。听说今日差点误了早朝，险些引得陛下震怒。商户也就是下贱。 本来看在那冲喜有功的份上，留他在那儿住，如今倒成了红颜祸水。您的意思是，明日重阳节，一个勾的外男让将军蒙羞的贱妾，赏他一杯鹤顶红，也算是开恩了。老太君，四姨娘在门后问安。就说我身体不适，歇下了。是。 老太君已安寝，姨娘回去吧。这老太君明显是针对你的。意料之中，他们越是沉不住气，越容易出错。就像下棋，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。他们不出手，我哪来的机会反杀呢？ 今日有公务在身，未能亲迎族长，还望恕罪。哎，将军言重了。宋氏一族能有如今的名望，全赖将军一人。哈，理当老夫敬将军才是啊！啊，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，若非是宋氏叔伯兄弟出生入此，岂能有了今天的成就啊？将军乃我。 宋氏全族自当尽心尽力。<笑>好，来，共饮此杯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怎么不见老太君了？老太君今日有些不适，当府要歇下了。母亲病了，你作为她的贴身丫鬟。 为什么现在才禀报？将军放心，妾身已经问过大夫了，只是风寒，还不快下去。<笑>
修斯姨娘恕罪，没事。夫君，族长，先下去换身衣裳。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 您瞧，这是我家的祖传秘宝，只要往里面一吹，等一下，保管它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哎呦，府上的茅房在哪？我肚子有点不舒服。那边，快去快回。奇怪了，除了老太太赏我一碗鸡汤，我也没有翅膀呢。哎呦，这就是他们给我找的奸夫。嘘。 四妹妹去换个衣服，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？这商户之女啊，就是没有半点规矩。不好了，屋里进贼了！什么？方才我看到有行迹可疑的陌生男子朝后院摸去了。后院事关女子清誉，若只是丢些钱财也就罢了，就怕那贼人藏于后院之中。 对女眷生出不轨之心，管家，带府兵前去搜索，我要落下每一个角落。是。糟了，夫君，四妹妹还在后院换衣服，万一……真有万一，她只能以死谢罪。将军府绝不容不洁之女。去见了，本将要亲自擒贼。 岂是不见？真是相思小人了。原以为四妹妹会遭遇危险，听这话，他们似乎早就认识。私通外男，秽乱后院，老太君早就跟将军说过，商户之女不安于世，红颜祸水。20年前，商户之女迷得你父亲，差一点宠妾灭妻，如今。 又来一个！哎，玷污将军府清誉。来人，踹门！是。今日本将军就亲自清理门户。苏氏，给我出来！夫君，夫君。 怎么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姐姐，你弄疼我了。四妹妹，你不是去换衣服吗？怎么换个衣服这么长时间？回姐姐的话，我刚才感到头晕，所以多耽误了一些。他在这儿，云的人是谁？夫君，众人为何聚在此处？ 是老太君，贱婢，侮辱我母亲，你有几条命？皇上，帮帮我吧，将军饶命！爹呀，我的狗命啊！ 没老不尊的东西，把将军府的脸面都让你给丢尽了！来人呐，把这个不要脸的娼妇给我捆起来！慢着，母亲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也不信母亲？这么多年，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长大，给你娶妻生子，你竟然不信为娘，成儿！ 我是被陷害的，母亲。
将军，我谢老太君，老太君一向知理守节，此事必有隐情。笑话，一句诬陷就能把此事略过？哼！族长，说切直言，此事不宜声张，老太君明节受污，势必会影响到夫君啊。 孙氏，老夫问你，宋城究竟是否是宋家骨血？嗯，听说当年老太君进门的时候，不足八月就生下了将军，明明是早产儿，却已足月无言。荒唐！传令下去，老太君德行有愧，按照族规。 陈塘，生儿，我是你亲娘，你竟然让我陈塘。娘，您是我亲娘，但您做到了如此寡廉鲜耻之事，侄儿子与将军府名声于何地？我真的没有。 老太君做了如此丑事，妾妾还是多为旗下的两位姑娘多想想，她们日后可是要嫁人的。我为了你们，为了将军府，我汲汲营营半生，到头来落到如此田地，是我瞎了眼。 我活该！念老太君，因府上有功，改陈塘为独角，也算是给老太君一份体面。让我死！ 除非成儿亲自送劳神上路，老太君，你别再为难夫君了，我亲自送你一程。我已亲自差人将毒酒换成普通酒药，今日之事还要委屈你，假死毒神，骗过族长。 母亲，三年前因为你一句话，桃花村惨遭屠灭，今日这杯毒酒就是你欠下的债。母亲，是你看对宋城，在他醒，只有地位权力才是最重要的。那杯酒从一开始就是毒酒。一把年纪了，还勾引男人，辱没门楣，私有余辜。再说一遍。 宋城，我是宋氏族长，你敢跟长辈动手吗？夫君，不要冲动啊！您的亲卫、军中的武长都是宋氏的叔伯兄弟啊！人死不能复生，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赶紧让老太君入土为安。
是你没有照顾好母亲，下去陪他吧。老太君，尹欧敢风寒去世，谁敢乱说一句，我绝不放过。你是不是已经看见皇嫂了？皇嫂是不是还在跟我妈吵架呢？阿雪，你别这样。 难过你就哭出来。平日你和李叔一同离开将军府，报仇本来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现在又多了一条血债。原来你们是当年桃花村的余孽。如果我没猜错，当年那场击机里就是为你准备的。二姐姐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。那天本来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，没想到成了我的噩梦。 三姨娘恐怕到此都不知道，她亲手迎进将军府的冲喜心切，是要她命的刽子手，先差人给老太君下毒，再有道是向将军献法，最后你被迫入府，环环相扣，三姨娘老太君皆命丧你手，我要带你去见将军。我以为我杀了老太君，二姐姐会感谢我。 什么意思？高氏余笨，又不得将军喜欢，他稳坐主母之位，全仰仗老太君。在我看来，二姐姐才是最适合做主母。三日内，你若能助我达成所愿，我便守口如瓶，放你们出府。一言为定。 二姨娘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暂且先留他一条贱命，等他帮我除了高氏，再派人。都怪我沉不住气，不小心露出了马脚。被发现是迟早的事情，应该感到庆幸的是，今日来的是二房，一个充满野心的聪明人，最容易反被聪明误。那要是他反悔呢？ 他不会放弃一个能除掉高氏的棋子，去找李叔，告诉他。原本私会万难这一项又能处置了，结果出事的却是老太君。嬷嬷，你说这四房是不是懂妖术？朱母。 咱们得早做打算。这子孝父，倘如将军和老将军一样，宠妾灭妻，不行，我绝不能让一个妾室踩着我上位。嬷嬷，我要你准备的东西呢？在这儿呢。我扎死你！ 扎死你！九大伤身，老太君泉下有知，并不愿意看到将军这样伤害自己的身体。阿雪，我没有母亲了。<笑>我明白将军心中哀痛，只是越是这种时候，越……阿雪。 阿雪，阿雪，阿雪，阿雪！传府医，传府医！大夫，情况如何？四姨娘脉象平稳，恕老夫无能，诊断不出为何昏迷不醒，在下告辞。夫君，四房未冲喜入府，恐怕。 要随老太君一同离去，不如早点准备后事。求将军，看在姨娘冲喜救过老太君，又为您等过一劫的份上，救姨娘一命吧。夫君，四妹妹这种情况，好像当初老太君中邪的样子。二房，你什么意思？姐姐为何如此紧张？
四妹妹若真中了邪术，夫君请再多大夫都无用。快，请道长过来。 四姨娘的确中了邪术，道士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小心你的脑袋！回主母，只要找到邪物，定能救回四姨娘的性命。道长，邪物在何处？啊，就在此宅中，西南房。西南？那好像是姐姐的院子。来人，全府搜查。 已是公正，任何角落不要放过。二房那个贱人想抢我主母之位，你也想抢我主母之位？抢别人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。 主母听不懂没有关系，我就说借给你听吧。 比如，二位姑娘将来如何婚嫁？你什么意思？将军不会不管如今心劲的。厌屋及乌，只怕将军以后看到二位姑娘，就会想起主母，是如何加害老太君的。二位姑娘是有一个谋害婆母的母亲，还是有一个以死谢罪的母亲，全在主母一念之间。 主母自己选吧。不觉心霜激燃，守望举棋之间，卷入身上，云开雾散，竟有离别，归去之夜，空留水月。 父母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我来送主母最后一程，差点要了你的命，你就不记恨我？布娃娃确实催你，但是催的是主母的命。我故意服毒，引诱将军去你府中找出布娃娃，这一切都在我的算计之内。 禀高将军，在主母房间找到了此物，铁证如山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就算是我做的又怎么样？难道你要为了一个贱妾收了我？你身为主母，如此善妒，传令下去，即日起，主母高氏禁足三月。是。 道长，这前老太君昏迷不醒，莫非也是中了此邪术？此物只是沾了四姨娘的生辰八字。先前老太君险些回天无术，必是沾了贴身之物，譬如指甲、头发等。此等贴身之物，除了丫鬟，也只有亲近之人可以拿到了。为奴者身家性命皆系主子之手。 自然不敢。不，我母亲平日待你不薄，你竟然敢有谋害之心！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谋害老太君。谋害婆母，猪狗不如，今日我要休了你！不，你不能休了我，我是礼部侍郎嫡女。明日我就登门拜访礼部侍郎，谋害婆母，该当何罪？ 在我为你犯下子嗣的份上，饶了我一回。将军，说，宫里来人了。妹妹，你帮我跟将军解释解释。妹妹，这后宅之中哪来的姐妹呀、啊？
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蠢。二房那个贱人到底寻了你什么好处，你却放他如此害我？祖母错了，要你命的不是二房，是我。 谋害主母乃是死罪，我要将军灭你九族。可是你灭不了我九族了，我爹、我娘、桃花村136条人命都死于你们手中。你想起来了？桃花村是你们命该如此，是你们自己命贱，命该如此。命该如此，等你死。 我就让将军把你两位姑娘，给贩夫走卒！你不能，你不能！罪不及子女。 我不是你，将军，姐姐她，四姨娘，姐姐好歹是礼部侍郎家的嫡女，就算有错，自有将军处置，你怎么能逼死她呢？子房，你逾矩了。只要能护住将军府，我愿自行向礼部侍郎赔罪。将军，老太君刚刚故去。 说是主母加害老太君的事情传到圣上耳里，我怕将军被定罪，指甲不严。哈哈哈哈，得妾如此，乃本将军之福啊！你还在病中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由二房料理吧。劳烦二姐姐了。妹妹客气了。来人，送四姨娘回去。 阿雪，二房明明是过河拆桥，他想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却不知从他想利用我对付高氏的时候，就已经错失先机。阿雪，我今日打听到，二房特意让小厨房煲了一锅椒浆羊排汤，羊肉壮阳催情，宋城西下只有两个姑娘。 二房若能一举得男，母凭子贵，并非难事。当年的事态也有份，不能放过他。快了，很快这一切都会结束。晚上让厨娘预备一份西湖莲子羹。妾身给夫君请安。粉嫩至极，这身衣裳极美。 夫君喝下这碗莲子羹，妾有更美的给你看。今日倒是与往常不太一样啊。刚刚夫君说，是妾身的衣服美。 还是妾身美啊！你自然是四姨娘最美。二姨娘，将军有事不便见您。有什么有事？夫君，你上午说过要陪我用晚膳的。你在教我做事，什么时候连你也不懂规矩了？是妾身的错，今日本该是姐姐侍寝。 本府的规矩是我定的，四房留下，二房退下。
都是贱人，全都是贱人！早知道当初就该带着将军在那丫鬟的尸体面前揭穿四房的真面目。现在证据全没了，我不会让他一直得意下去的。明日我就要让他知道什么叫自作自受。 昨夜将军太狠了，太残暴了。如今府中陪伴将军的老人，就只剩二房一个了。为了报仇，我必须赢得将军的宠爱。报仇？如果你爹娘在天有灵，看见自己的女儿嫁给仇人，恐怕死不瞑目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认为是我和高氏蒋氏三房联手屠了你们村？是，护卫是我们带的。我还记得。 那天血流成河，你娘活活被蒋氏一刀一刀刺死，你闭嘴！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要桃花村一村村民性命的人不是我，是将军。你说什么？没有将军令牌，你以为我们妻妾三房能调动军中士兵行杀虐之事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闭嘴！ 是将军为了讨老太君欢心，我和高氏蒋氏只不过是他手中的一把杀人刀。你笑什么？姐姐以为我当初为何要和公姬拜堂，因为其中的关键我早就想明白。将军到，于是你上当。夫君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 贱人，若是四方腹中的骨肉有任何差池，我绝不轻饶。快叫府医！夫君，你一定要保住我们的孩子。放心，府医马上就来了。 如何，将军，四姨娘的孩子已经没了。什么？孩子，我的孩子。身子要紧，以后我们还会有孩子的。儿姐姐，你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孩子？为什么？我没有。夫君，苏叔他陷害我，他是当年桃花村的余孽，他进府的目的是为了给当年桃花村的村民报仇。报仇？ 我不知道什么桃花村，二姐姐，你害死我的孩子还不够，你为何要在将军面前诋毁我？夫君，你相信我，他和那个姓李的是一伙的，他跟老太君冲喜是假，替父报仇是真啊。二姐姐，就算你记恨我昨日抢了你的恩宠，你也不必这样诬陷于我吧？夫君，苏氏一进府，三房、老太君、主母一个个出事。 这接二连三的巧合，能是巧合吗？这分明是人祸！三房刺杀将军，是我替将军挡的奸；老太君出事，也是我据理力争。至于主母，我相信四房一心向着将军府，无凭无据，以后别再让我听到这些话了。夫君，好一个颠倒黑白的利嘴！ 但是我已经安排人去桃花村寻找证据，你得意不了多久。将军，小人有要事要回禀。管家，是我派去桃花村的人回来了吗？管家，是我派去桃花村的人回来了吗？宫里传令下来，要将军即刻出发剿匪。夫君，我求你一定要带我去。 二姐姐已经害死了我的孩子，我怕等不到你回来了。军中不可有女眷，我身为将军，
岂能带头违反军纪？你在府中安心歇息。来人，二房残害子嗣，囚禁府中，等我回来发落。是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放心，我子爵会速速回来。 照看好司仪，不容有任何差池。是，小人明白。阿雪。 门外多了两名护卫，看来宋城还是起疑了。府上接二连三出事，他若再不起疑，反而奇怪。坏了，在他脚脚回来之前，我们必须要逃出去。不行，宋城现在已经布下眼线，一旦我们有了逃跑的企图，那些证言势必会要了我们的命。那我们现在只能等死吗？人为刀俎，不过余生，就看那把杀人的刀会在什么时候。 二姐姐果然沉得住气啊，进族房中还有如此雅兴。四妹妹看着也不像刚刚流产之人，这胎怕不是无中生有，栽赃陷害的把戏。可惜，二姐姐明白的太晚了。苏氏，你别得意太早，等夫君回来，一切真相大白，到那时他绝不会宠爱一个。 杀母仇人，宠爱。二姐姐进府多年，宋城有宠过你吗？你疯了？你竟敢直呼夫君名讳，疯了的是你们。为了争宠，罔顾136条人命。女子以夫为天，夫君的宠爱是女子立身后院的根本。以夫为天，你真可怜。明明出身名门，饱读诗书。 却只轻贱的想仰仗他人鼻息，你懂什么？这世道，女子本应如此。女子亦可撑起半边天，妓女梁红玉击鼓抗敌，龙女花木兰替父从军，商女八心里看万圣，而一个主母，不过是男人的一个虚名，将她困在金丝牢中，置劳人怨一辈子。<笑>金丝雀。 总好过在外面风吹雨打，朝不保夕的隐居。一个连母亲发妻、说抛弃就抛弃的男人，你当上主母又如何？早晚有一天，你也会给新人让位置的。<笑>新欢，你说的是你自己吗？做梦！等夫君回来，就是你的死期。哦，我倒要看看，是谁的死期。 不好了！将军在剿匪时坠马，身负重伤，是你做的手脚。丫鬟只能验毒，但是验不出食物相克。就比如那日二房给你送了羊汤，我只需要喂你喝下莲子羹，就可以伤你的元气。 你如此恨我，为何还要争宠？我当然是要你夺我手中的刀。如果不是你废了三房的双手，以他的武力，我又怎么能在他面前放一把火呢？不如就废掉他一双手，叫他以后不再害人。逐出将军。否吧。 我毒，我哪能毒得过你？为了一个庄子，桃花村136条人命皆死于你手。你当初去剿匪，你剿的到底是匪，还是那些被你逼得活不下去的民众？好悔呀！是。
确实是毒，不过只是以毒攻毒罢。去给桃花村136条人命，还有死在你手下的亡魂赎罪吧！听说没有？有一场大火，把将军府烧得干干净净，把宋城被活活烧死了。活该！人啊，就得积德行善。宋城啊，平时嚣张跋扈，草菅人命，这就是报应。客官，你们的茶。 我是将军府主母，你看看，死了，能死了，我是将军府主母，死了，将军府是我的了，我的。爹，娘，乡亲们，你们可以瞑目了。阿雪，吃饭了。来了。